好，弟弟，你现在要来做那个奶茶喝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这个先打开。我已经打开了。打开了，那牛奶打开。我打不开。打吧，那你帮我拿走，一起打开。拿好哦。哎，啊，可以，这个很轻松哎。来，这个的话，我没帮你。有，我自己打开。好，这个给你打开。那待会我们把这个加这个，好，然后再混这个格格脆，巧克力格格脆，这样子应该就是很好吃的一餐的。啊，因为牛奶加红茶就变成奶茶，然后再加这个巧克力脆片就变成巧克力脆片奶茶。好，帮你用，我帮你用。哎，你会哦，你好厉害哦，弟弟，加油！好，你这个给我吧，这是给我。好了，你可以先把牛奶倒进去杯子里面。倒出来。好吧，那你帮我拿杯子，我帮你倒。来喽，哎，这样可以吗？好了。好了，换红茶，红茶的话你自己倒，看你要多少你自己倒。加油哦，不要倒出来哦，你可以的，弟弟，你长大了，你是天才。好了好了，会不会太多了，太多了，这样子好，这样好了，够了够了。OK，那你用盖子把它盖起来吧，盖子。好，接下来再加这个吃，这个我帮你打开。打开了，它里面就是巧克力脆片。那你把它倒进去。倒进去，然后你再用汤匙给它搅出来吃，应该就很好吃哦，吃看看吧。不要，我要这样就好了。好。你在干嘛？你太大口了，弟弟！你太大口，你都滴出来了。你吃小口一点，你有那么饿吗？吃那么大口，都滴出来了。你看你整个脚都是啊！哎呀，天哪，太夸张了。那重点是好吃吗？那这杯就给你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是你的早餐。OK，好呀，来看一下，好，再帮你拍近一点。啊，这个是你自己做的，你自己做的这个巧克力脆片奶茶，赞哦，弟弟。